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刘佳云。昨天在花莲的我们，感觉吹过来的风都是有点温温热热的，这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尤特台风的外围环流所造成的。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四以前，外围环流可能在这个东南部以及东部，其实会持续的影响，可能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的发生。这是这个雨大不调，风大不调。可是您有没有感受到地大不调呢？在今天的凌晨，大家正在睡梦中的时候，在花莲的外海发生了一起地震哦。这起地震恐怕都因为大家在甜甜梦乡当中，所以无所感觉。可是国际上在这几天却是地震频繁哦。就在昨天的上午，在纽西兰以及印尼的外海都发生了规模6的地震。所幸的是，震央都在这个深海当中，没有发生海啸，也没有造成任何的灾情。可是离我们比较靠近的中国大陆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中国大陆的西藏自治区的这个地方，在昨天的上午发生了一起规模5多的这个地震。而这起地震所发生的地方是居住有3000多位民众的这个仁果乡哦。在这起地震发生之后，不但是造成了公路和电信的不通畅，而且房屋倒塌，道路受损，目前伤亡的人数还在统计当中。其实，在天地风当中的这种种的不调，上说都是因为居住在这当中的人类所造成的。有的人生活是相当的不平衡，有的人的生活相当的优渥，而相当的奢侈而浪费，而也有居住在贫困地方的人是生活相当的饥寒交迫。可是这当中如何让调顺，让这个调顺产生，而如何让不平衡变成平衡呢？就要感恩每一位在这当中发心发愿的人间菩萨，用爱愿意往前铺路。所以在这一阵子，正是学期开学之前，各地的慈济志工都纷纷在这个校园当中推出了新芽或是育苗的计划哦。比如说，在菲律宾的慈济志工在校园里头20多所的公立学校发放餐券，同时也推动8分饱2分助人好。而在缅甸，从2011年开始，其实就推动了育苗的计划，在学校当中让没有经济能力可以上学的孩子得以受到教育的照顾。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一段来自缅甸的温馨画面。一张助学卡承载着孩子求学的希望。慈济志工希望有心上学的孩子不会因为家境清寒失去力争上流的机会。我们来呢，温州阿皮姑娘的，姑娘的，这是在哪哇？这是在哪里？住那边？正阳的那边，那个乌沙巴。但助学金得来不易，这必须让孩子知道。了解助学金是许多善心人士的爱心，孩子也立志回馈。在缅甸的助学计划从2011年就开始了，慈济志工每次来都受到孩子的热烈欢迎。活动前，孩子们会跟着志工一起布置场地，以表达对志工的感恩。而志工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核对助学名单，避免遗漏任何一位学生，因为这是他们透过教育脱贫的希望。
您看，在缅甸的孩子们能够有这个教室，能够有桌椅念书，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不但是缅甸的孩子们立志回馈，其实在菲律宾的这个收到餐券的孩子也说，我要响应施工上人说的八分饱两分助人好，在我有能力的时候要帮助比我更需要的同学。而不只是在亚洲地区，其实在美国达拉斯分会的慈济志工也在这个市长返校日的这一天，为低收入户的家庭准备了3000套的学生制服。其实每一个孩子已经有了一套制服，可是慈济志工贴心的再来准备的一套，让大家可以换洗干干净净的，每天可以上学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之前龙卷风的灾后收到慈济的祝福以及发放的受灾户，也特地来到慈济的摊位当中表达感恩的心意。而表达感恩的不只是心意而已，这些受灾的这个乡亲们甚至拿回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竹筒，因为他们希望自己也能够做一个手心向下帮助别人的人。而在时间的点点滴滴的累积之下，能够成就的真的是无可限量。接着我们恭敬的聆听志工早会上上人的开示。因为人间菩萨脚踏着实地，走到了每一个苦难的角落去，去体会到了人世间的疾苦，需要及时帮助人呐。在孩子的成长中，我们国外在慈济人呢，他们的现在这个时候，暑假啦，开始要开学啦，等等呢，开始从这样的新芽关怀开始哦，就像缅甸呐，我们也开始去发放助学金哦，啊，让孩子们呢能安心继续的求学，让家长也安心啊，给了孩子呢有就学安稳的机会。这都是呢在缅甸呢，现在在发放的是助学哈，有5个学校同时呢在做发放啊。那这孩子们呢都非常的感恩，感恩呢志工这么多年来啊，已经将近5年了哦。那从幼小儿到了高年级喽，那从高年级的小学开始要升中学了，所以孩子们呐、啊、跟着慈济人呐、啊、好亲哦，所以呀、啊、都会懂得如何呢，将来回馈的那一份的心愿。我们早晨不也在一直呢提起了，我们要回忆出发心。现在这一群孩子啊，人人都开始呢发心立愿，将来呀、啊、要回馈社会，这都是期待呢这一群孩子一粒粒的善的种子啊，因要照顾好。所以慈济人呐、啊，还是不断的跟他们互动。所以菲律宾也好，或者是在缅甸也好，还有美国，现在呢都是重点在这样孩子的身上哦，这就是这个时期哦，那对青少年的协助，同时呢，也是启发孩子们的爱心啊。
其实真的是在不断的互动当中，不断的勉励，不断的鼓励，对于身边的苦难人，其实我们给他一个值得依靠的肩膀，一双温暖的手扶他一把，这身边的苦难人也能够成为是助人的力量。时间的累积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不可思议。今天是8月13号，而你可知道吗，在13年前的这一天，这个甘蔗田中的大病医大林慈济医院在这一天起用用了，所以这一天刚好就是大林慈济医院的院庆，全院的同仁也举办了相当多的活动，邀请民众以及这个自己的全家人一起来共同参与。比如说这个慢跑的活动，其实在清晨时分，大家跑在这个田间的小路上，其实感受到的是自己为人医为人护，除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以外，还要照顾好身边的人。而不只是这个样子，为了庆祝院庆，大林慈济医院的大医王以及白衣大士们也走出医院，而这一直是大林慈济医院的一个传统，走到病苦人的家庭当中去照顾他们所没有看到的点点滴滴。而这一天来到的是阿瑞阿嬷的家中，来，我们来看这一段温馨的画面。穿着白袍，换上白布鞋，大林慈院赖林生院长与同仁们来到徐李瑞阿嬷家中。他只是愿望，不是去哪里去旅行，他就是要走到庙阿头，他去跟这个乡那些阿公阿嬷这样子讲一点点话。这么单纯的愿望，我看看我们今天如果没有透过这样子来感受，我想我们感受不到医疗真正的精髓在哪一个地方。原本以为阿嬷不能行走是因为双脚退化，直到大林慈院医疗团队帮阿嬷看诊后，这才发现阿嬷行动不便的原因是因为还罹患了巴金森氏症。你看啊，阿叔啊，用力，迈落去立落，好，安尼用安尼，安尼动算20个。8月13号是大林慈院13岁生日，在院庆前，大林慈院同仁前往云林王真宇义诊，透过走进病患家中，医疗团队找回行医的出发心，重新体会慈济的医疗人文。走到这个病患的家中去，看到病患的不只是他的伤，不只是他的痛，更是他的家庭环境。这也让每一位医护同仁能够感受到自己肩头的使命是更加的神圣以及沉重。可是在这个甘蔗田中的大病医大林慈济医院所追求的也不只是医疗人文，更是尖端的医疗技术。比如说2001年开始，6月份就开始了这个肝脏移植的技术，在大林医院开始可以施行，而医疗团队们常常所看到的是病患，也许在别的医院所诊治出来，比如说刚刚看到的阿瑞阿嬷，一直是以为这个双脚啊是不良于行，可是经过医护团队细心的观察，望闻问切之后，其实诊断出的病因才能够对症下药。其实这种种其实都要靠着是医疗这个大医王们，除了自己的信心、细心、用心以外，还有自己不断在医疗技术上的追求。比如说有些的手术，可能一开始过往的传统手术都是要从中间大破开来，造成的伤口相当的大，可是我们的医疗团队却愿意为了让病患的恢复能力能够比较的好，所以采用微创的方式进行这些手术的医疗。可是您可知道吗，微创手术对于医疗团队的困难是难上加难，只是为了能够让病患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有他下半辈子的美好的生活。接着我们恭敬的聆听志工早会上的这一段开始。从林执行长还有检验长，那个时候两位从医院还没有盖好就投入，看着他的工程完成，看着工程进行中快要好了，又是呢开始这个志工的培训，在还没有盖好的建筑物里面呢，还没有装修，就开始了在志工上课培训等等哦，啊，就阿内一路行过来哈，其实啊，大家的用心啊，可以看到啦，
医疗还加上了人文，我们的大医王，我们的白衣大士，不只是看人的病，还要关怀呢病患的生态，还要鼓励考虑到他的心灵哦，所以会常常呢到这个病患的家庭去居家关怀呀。可以看到了刚刚画面所看到的哈，现在的赖院长啊，到这样的一位老婆婆的家，老婆婆说啊，她是卡无力，无法多出去，所以我们的居家关怀呢，原来呢，它是巴金森症哦，这没有人把他的病因诊断出来呀、啊，这一直会恶化掉的哦。那这位老婆婆所求不多，只是希望到庙口哈、哦，哎呦，安尼跟人讲话聊天呐、啊，这样的他的所求不多。可是呢，人生啊，就是老化。还有疾病啊，这么简单的西药呢，都很难做得到。不过大医王菩萨们呐，白衣大士、慈济菩萨，这样三合一呢，竟然在他的家庭出现呐、啊，带给他的希望啊，指导他如何生活，如何行动。动吼啊，配合治疗，所以不请之师啊，人间菩萨佛佛，真的都很感动。是的，人间菩萨活佛不只是做不请之师，而这些人间菩萨活佛更怀着一颗菩萨的心来关照身边所有的苦难众生。今天的志工早会上，上人就回忆到曾经在大林医院有一位患有肌肉萎缩症的许俊超，当年2005年跟大林的医疗团队相接触的他，其实是40多岁了，可是离病20多年，其实自己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常常都只能够躺在床上，看着身边的人必须给他所有的协助。当自己躺在那里的时候，看着人来人往，可是自己只能够眼珠子咕噜咕噜的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真的是相当的挫折跟沮丧。而2005年，因为一位护理长的因缘，大林的医疗团队来到这家医院来看视俊超，也知道俊超有一个常年的心愿。永远都在麻烦别人，麻烦爸爸妈妈，麻烦医疗团队。他多么的想要把自己在病中这2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能够写下来，能够出书。除了要感恩爸爸妈妈，也希望在挫折当中的每一个人看到他的文字能够感动，能够重新燃起希望。这件事对你我来说可能都是相当的简单，但是对俊超来说却是难上加难。给他一部电脑，他却无法操作呢。您看这个画面当中的他，一直到大林的医疗团队、耳鼻喉科的团队，结合了嘉义大学的这个科技智慧的力量，帮俊超设计了人工辅具，而且让他这个左右手这个相互的辅助，就运用单单的手指，一只手操控滚轮，一只手按下按键，让他一个字一个字的，终于能够完成了他的心。您看，这除了是医疗，除了是科技，其实还要有充分的人文，充分的菩萨心才能够成就的。接着我们恭敬的聆听上人的开示。很感恩哦，那我们的医疗人文啊，不只是在医疗上的这样的付出，连看到了居家的关怀，有一位呢，他瘫痪在家里，慈济人接到了这样的提案，我一护的去看他，啊，这样的整个身体都无法动啊，只能呢眨眼睛啊，等
的功能而已，那就是一个很年轻的人。我们的医师就会想办法如何呢，让这一位要长期卧床这样的年轻人啊，如何能好好的度过他的人生，发挥他的功能。所以呢，连我们的电脑工程啊，还有水电工程啊，我们的同仁啊，都合起来为这样的家庭，为那样的年轻人啊，如何帮他安装个电脑，要让他呢写出了他表达他的心灵的感想。所以呢，在那里帮他安装，这呢都是使他照顾他的病啊，同时呢也照顾他的生活，还要呢鼓励他的心灵，那脑筋还很好，你可以表达，让电脑来帮助他呢抒发出了他的心灵想说的话。所以这一本书也写出来，也出版了。那人间菩萨走进了这样的家庭，那这样的爱的抚慰啊，多少多少在病中苦难孤老无依呢，接受了人间菩萨的抚慰，以疼惜爱护啊，里面的故事真多哦，这实在是很令人感动，也是感恩的事情。那的确，爱的能量啊，都是起自于一念心，时间来累积呀、啊。那人与人之间互相来勉励啊，可以呢力量合成，而且呢在沉迷中能振作起来。那这很无力的人，我们把他一把扶起来，他还可以呢，还可以再辗转帮助别人。这种人与人之间呐、啊，爱的循环呐、啊，这样的善的互动，很多啦。所以为时代做见证，为人类来写历史。感恩上人的开示，在今天的深度报道当中，我们从四大不调的这个天地不调当中感受到，其实点点滴滴的不调都是需要人间菩萨用爱来弥补，而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每一位人间菩萨其实是回归到自己那一念清净的出发心。当我自己有一口饭吃的时候，也期望身边的人不要饿着的，因为这样的一念爱心，愿意为人世间所付出，把握时间的分分秒秒，用时间来累积一切，成就一切。而在这分秒当中，这一念之间是善或是是恶，其实也决定了历史所累积出来的一个成果。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把握时间的分分秒秒，每一个时刻都是在利益人群，都是在立志回馈，其实在这个天地的不调都可能会因我，因为你我的人心调和而变得平衡，变得调和了。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们下次再见。